大家好，我是洛克人 XDAP 的制作人伊田秀俊，多多指教。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会努力全部都讲中文哦。今天我想介绍新系统，这个是1月13号上线好友对战。好友对战，这个好友对战的新系统让大家久等了，终于1月13号实装了。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导演飞山先生亀山さん，なんで亀山さんか分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。龟山先生，大家好，我是龟山岛。应该我有听过这个声音的。因为我之前都是 XR 有出现过。对 ，MGXR， 有，有机会那个一起合作吗？魔物猎人的跟洛克人。为什么我问？我是制作人。你是制作人，你决定就好，你决定就好。我尽量。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。都玩的期待的话，好，那下次龟山跟我一起示范好友对战的系统。这个系统设计主要就是让好友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够较量一下，好像那个大家在一起在一起玩的感觉。如果你有在比较远朋友的话，可以使用透过通讯软体将邀请码转给你的朋友，可以一起对战。好友对战画面是在这个晋级的对战模式的下面有一个新按钮，这个好友对战现在是开发中画面，所以有可能还有改啊，马上进去哦，好友对战。那今天我使用这个究极装载 Ultimate X， 这个 Ultimate X 有追加一个新 skin， 按那个左边的换装，在右边可以看，这个白色的 X 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是洛克人 X 合集的 original 的装甲，这个是苏伟老师帮我们 design 的新 skin， 终于来了，好帅呢！透明版的 Ultimate X， 2D 图也当然有了，好帅呢！可以动，这是 Rev 2D。好，那我这次使用这个。超帅的透明，AC， 我已经透明这个 AC， 没什么，没有吧？啊，当然是 AC 是，AC， 对，不好意思 ，AC 是那个 Anniversary Collection 的 AC。好，那我要开房间喽。好，这样子等你进入了。现在就是我来输入尤达桑的。你正在打吗？近日对战的时候，创建房间的左边的红色的 button， 红色的 icon 的话，有打开这个打房间 ID 的地方，然后这个部分是打的 ID， 然后我可以进入。今来了，这样子，你的朋友今日之后右边的出战按之后马上开始，这样子好顺利呢。你们知道吗？你这个是先这个扎狗扎玉，先打扎玉比较好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应该知道吧，你了解强，对啊，有可以拿到 buff， 来。你恐怖我吗？喂呀，好热呢！好热呢！好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好友对战。当然，那个面对面也可以。我再一次讲，再一次，面对面当然可以。除了面对面以外，比较远，在比较远的地方的朋友可以一起对战。使用透过通讯软体。好，1月13号要时装的好友对战，好热情，好热，好哇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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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文怎么讲？哇酷的感觉的好友对战，新期待。还ちょっと，あとちょっと，还ちょっと，让你等一下，
拍摄。好，以上这个今天的说明全部都好了。好，那这次的制作人的 Dive Time 结束了，下个月见，拜拜。哎，有要等我们再打一场，再打一场，可以。